好，那个蝴蝶。嗯。找我好，把好的一面展示出去。对。你这近，你不写了，今天这边。你不要太靠近了，你这样拍出来不好。现在都写今天是吧？拍个配图，我都不播的。要不要放上个咱的画册？好册。嗯，行，那个你有。你有。给我画册。 等最后，这次你再重新打一张。打一张，把你的那个邮箱加上。好嘛，大。每一个都要展示吗？你不要靠着手机太近哈。太近。哦，你们今天过来吗？可以。 相机拍不好。没有。就那他家放出来的东西都好。嗯，知道。 然后整起来一个，画册放那就行，你放那。好，完美。